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27号，听日就是期指结算了。今个礼拜一回来已经开始讲，这个礼拜呢是被期指结算所影响的。今天不用看了，就只剩下两个板块上升，这个板块一个叫其他，那里只有一只股，另一个就是公共事业，升幅只有 0.45%， 其他都不用想了，那跌成这样。其实这个跌是不是无迹可寻呢？千万不要说无迹可寻，是有迹可寻的。